这是一款 IBM 的 Yoga 260 ThinkPad Yoga 260，你看这上面会有这么多小的卡扣，通过这个上面的标签我们也可以分辨出它是14P33，这就是群工厂生产的。支架这边有一个凸起，可以看看。拼装。先把这一端插进去，然后卡上，最后这边可以用手撬棍将这个支架撬开一点。完成安装。大的按键，我们的 Caps Lock 键。同样的，先把它撬起来，然后轻微用力。取下它的卡钩。同样的，先将它分离，然后。取下，这就叫按起葫芦又起了瓢，一边好了，一边掉下来了。安装方法一样，铁丝。上面的小键，随便拆一个 Home 键。先取下一个小的，这个就下来了。支架的拼装，安装完成。